人也太多了。座右铭：克服困难是吧？挨打有看点，充最多的钱挨最毒的打。就这个结婚的建议，你们确定吗？要和这个染子结婚？哇，这个加130,000，这个加的是真的给力。我激活星级，哇，这个抽卡确实给力啊！哇，已经到300,000战力了，舒服。好，328,000了，当之无愧的第一来了。李白，我现在岂不是可以去称王称霸了？活动好像还没有开始，稍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美女主播是怎么回事儿？安娜直播中，然后是不是要点这个进入主播频道？有人在唱歌，但声音特别小，跟一个蚊子一样。开始这个寻宝之旅，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有个美女主播，她会在里面聊天，吸引汉子们留下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先不管了，先去参加一下这个天庭夺宝。哇，这个主播日常要听5分钟，造孽了。然后这个听的时候 BGM 就没有了，和他对调。我们应该没有这个条件，这应该也不是他唱的，这个直接静音好吧，不听他。等一下，日常有14夺宝的条件，我们直接飞鞋可以飞过去吗？啊，在这儿，这里有这个黄金宝箱啊。玉皇大帝参拜玉帝， 我的天，当前暂无天地，无法参拜，这里怎么就开杀了？等一下，青铜宝箱，我在这里面找宝箱，我明白了，这怎么还有怪物？这游戏怎么上这个坐骑啊？啊，在这儿，你就是天帝，明白了，那个小怪兽是别人的宝宝。好的，其实青铜宝箱我不想领，哎，宝箱开不了，现在这个黄金宝箱都没有，哎，左边有这个提示的。这风华的人其实我可以揍的，击败啊，终于成功的杀了一个人啊，不要随便乱杀了。320小沈阳礼包里面没有，没有，还有小沈阳礼包的。击杀他人可以夺取对方的天庭宝箱，哇，还可以这样子，沙头上有箱子标志的，好的好的。哎，他们那个图上那个小沈阳的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？我靠，啊，刷新了，有三个黄金宝箱，是青铜的呀。点悬浮图标找客服领取，哦，好的好的，这里有黄金，啊，这是青铜的。难道我就只能这么凑合了吗？我在这儿，这个也不能捡，这是别人捡的吗？找客服领一下。小沈阳，到处都是自己人，是的，感觉这样太无敌了一点。我在座位上拿不了，好的好的。哦，单笔充值328的订单截图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是单笔充值够了才行。啊，这怎么一堆人来砍我，然后我就被砍死了。我靠，这个活动揍不了人，这种优秀的是不是我见了就可以砍？刚才有个手的，然后现在就没有了。刚才切换目标，这里可以切换目标的。看一下活动怎么玩，很简单，就是要抢那些有宝藏的。啊，怎么就被杀了？染子势不可当，强力复活。这是染子哎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揍他。风花正茂的就可以揍一下，不是杀人吗？等一下，把这个人先杀了。这个打桃园，气血丹，优秀的这个，哇，等等，别杀可乐，别杀可乐。优秀的这个杀一下，这里真的是要看这个前缀，可乐留着。其实这里是，哇，这里有好大一个宝箱，这谁拿？把这个人杀了。对，就这个人，幽州空心羊 ，PP 能力提升30%，这个好搞笑。还有这样的设定，来把这空心羊杀了。靠，杀不过他，妹，我又死了。这个风化绝代揍了。这个大宝箱到底是谁能捡？就看不出来是谁捡的这个宝箱。然后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一个宝箱都没有捡到，就太尴尬了吧。但这儿应该还有很多人没有刷出来，我看一下设置里面同频人数是高的。哇，这好多自己人，不忍下手打呀，别人都打我没关系，他们打多了就知道了。角色成就，看这反榜，这个溜达还比染子还要猛，这太夸张了。逍遥啊，别打铁柱，爱吃喵的猫。这个排行榜和我没什么关系了，我感觉已经走远了。啊，怎么又死了？谁打我的？这个活动我觉得不参加也罢，还不如我直接挂机去呢。修行问答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三活跃度，我的活跃度是180，好像还必须把这个拿到才行。我随便捡一个宝箱吧，这人也太多了。打开白银宝箱，好，10秒钟后可以获得奖励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就要等，这人刷的。资源找回的话没有那个什么东西了，就这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啊。这个七姑娘，小七姑娘怎么杀了10来个人？那么爱好杀戮的吗？我靠，这个至高天地啊，那个是玉皇大帝的称号。我就说怎么有个人称号那么屌？哎，别啊！我的没有了，这宝箱没有了，这个黄金宝箱应该是已经被人领了，然后剩下一个壳在这儿。来，骑上我的小祥云，我们去找一个人不多的地方好吧？他这里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吗？领取奖励，这个羽翼奖励领取一下，活动好像就结束了。哎，又刷了啊！没有我的一个宝箱，战斗中不能上吧？我要被砍死了！这宝箱太金贵了吧？爱你谁啊？风华绝代，
你有病吧？要把这人揍了。你看，说细血丹强力复活，要把这人揍了。你还风华绝代，你有病吧？我是守你尸体了，来把这人揍了。现在就已经有个仇家了，对吧？这么简单的，把他杀了呀，大哥。又死了，拜拜。还奶了自己一口，打，我干你娘！这次干不过我了吧，小渣渣？但是他两条命可以换，三条命可以换我两条命，我也不是很占便宜。这个风华绝代一会儿去看他是什么鬼。又死了，哎，我看这风王之梦，这风华绝代16名，150万战力，需要补血啊，大哥，这个风华之梦又来了，讨揍吧，大哥你是不是有病？行，就在这挂机干你了，死了，就杀人拿宝箱。首先你要找到这个有宝箱的人，这个很难的，因为宝箱实在是太少了，我就干你了，等你复活，来，主要是这里面复活也很便宜，用一个宝玉就可以复活了。一会儿我们看9点钟的活动吧，这个活动感觉好垃圾啊，他估计不知道我是主播。哎，解锁一个这个军衔，善人可以解锁，加了4000战力，成就领取。哎，这种地方不就可以挂机找经验了吗？再加6的经验。这个活动我不做了，我直接出去做我的日常缥缈仙途。哎，还去不了。你这两个小怪干嘛老打我，有病吧。祈福，等一等，我再把这等级升一升吧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升等级了。来，把这个经验祈福拉满了，祈福经验拉满，好，再升级63级了。手冲，点错了。来，这里最后3次，300万经验没有了。VIP7也是10次，我就是 VIP7。下面好像也没有下一等级了，每天最多就是祈福10次，好吧，好惨啊！先被一个小菜鸟给揍了，被一个10几名的人揍了。这里元宝拉一下就拉20次，我觉得每天差不多了。我们还差这2级，去挂机去吧。听力录报还有4分钟，这个无所谓了。帮派福利，帮派功法可以升级，学习是消耗这个元宝的。研究，这个可以研究的。帮派建筑等级不足，这类我们先升级，把这个元宝升，这个还能加不少的。这个活动我看懂了，帮派功法，那这里还能升5级，这个上限是和帮派的建筑等级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这个元宝还是挺多的，可以用一下。好，丹顶明星，问心宝卷，清军霸图，哇，这个妖书能学那么多啊！等一下，这个妖书好像学不了，后面的是需要用这个书才能解锁，然后才能学习，这个还没有解锁学不了。好了，帮派的建筑看一下。哦，这儿进不去。帮派大厅可以提升。哦，需要消耗我们这个工会资金。我们帮派资金是有27000，27000的帮派资金，这15000可以升级。来，帮派大厅升到2级。现在人数啊也没有增加。练功房可以升级吗？哎呀，这老打断我，好烦人。练功房可以升级吗？练功房24000才能升级，不够了。我们现在只有12000。厢房呢？哦，帮派人数上限，这个要20000。好的。接下来就升这个厢房，不好意思，要升级厢房，是的是的，我才知道，完蛋完蛋，没关系，大厅升到2应该没有关系的。好，这儿升一下招式，升星塔一会儿可以挑战了，因为我到了60级。厢房就是人住的啊，这个说的倒是，我们这里给的是什么丹啊，给的是魂珠，然后魂珠就可以学新的命中，然后灭神，中间还有两个估计要花不少钱抽。我看一下，把这个随便升一下，这个命中也培养一下，全都升到20。好了，哎，这个攻击可以替换一个这个攻击，然后把它炼化一下。好，全部炼化。哇，有个破甲，有个闪避，这个牛了，破甲啊已经有了，闪避已经替换上了，那么智能的吗？哎，这个攻击我们升下，我们这是第8区，有150000的这玩意儿。好，上限就是40级，需要65级才能继续升了。排行给的不错，朋友们，我们这次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，转生缥缈仙途第6章还差最后2关，好像融合就是双属性啊、哦，明白，和混沌起源是一样的。仙术这里又可以升级，我们是256万的战力，纸牌第4，桃花坞的潇潇有点牛的，我先把这个打到顶吧。这战力其实我现在已经升到顶了，再升升不了了，现在身上还有1000块钱，今天我们在游戏里面花了3000才到这里，靠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和自己人竞争。这个美竹仙果我们明天来买买，这个问题不大吧。3.0万了，什么的呀，这里这个经验我看一下，打这个一直打，打过这一张又可以给100多万经验，结婚加战力。好的好的，不着急，第一是 VIP6 别上头。好的，限购我看一下，这里2.4块买一下。哦，第一是 VIP6， 这个人好厉害，染子也是 VIP6， 其他人都是 VIP6， 就我是 VIP7，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的，谁指导我一下。这副本我们今天还没有打完，那打完这副本应该也没有多厉害，这会儿还可以再购买额外次数。
座右铭，克服困难是吧？这 boss 好像也挺难打的哦，我这已经残血了，充最多的钱挨最毒的打，哈哈哈哈，完蛋完蛋，这里还可以再打三次，等挑战完我们去打一下这个 boss 啊，二层三层，二层说不定也能打了，气血药我们使用一下，挨打有看点，我看一下这里他要打到多少，这里先打下这个二层的，试一试二层的 boss 能不能打了。我主线任务需要打到第七章，还需要再打五关，然后记住好像购买一件物品，找一个这个单价最低的，是160的这个元宝买了，好的，完成，又给经验了，64级，差一点，就差一个这个征战仙图，对吧？打到59关，然后拿270万经验，我们就能升级了，我们就差一点点了，气得要有皱纹了。第一名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成就？为什么成就是第四？怎么什么都不行？然后狂欢，我看一下。这里能买的都买完了，我就差一个这个美洲线购没有买，孵化一下这个蛋，这个 boss 其实轻松就打过了，我们换一个高难度的第二层95级的试试啊，打一个七阶的100级，这个游戏里面我觉得这个坐骑速度要加快一点，不然太慢了，东西没有用，背包里的东西吧有些是65级，比如说这个就是65级才能用，这个也是65级才能学，45级的蟠桃哦，每天啊，对，每周日19点开启蟠桃盛宴，宴会期间使用，获得双倍收益。等等再用啊，这个先不着急，这个先等等。这里这个野兽之魂可以用吗？哦，他已经不让用了，他要80级，还有100级以后再去使用。我的天呐，被等级卡死了，这100级 boss 都能揍的。大家等等，祈福已经点满了，坐骑用不了，到上限了，不然坐骑这儿会有红点的。这个灵兽看看。哦，这个是可以升级，哇、哦，这个经验可以升不少。好，加了20000战力，七级装备我现在不能佩戴，好的。这个能对比吗？战力对比，看一下，六大和我，他是啊，坐骑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哎，但是他下面这儿天神比我高10000，然后称号比我高10000。哎，不对，我是这个，我是小王图，不好意思，他这个境界也比我高，这怎么搞的？每个都比我高，这个炼骨是怎么搞的？炼骨是30级。我靠，装备炼化是靠这个来升级的，我们直接把七阶以下的装备，对吧，自动选中，然后这个紫色的加橙色以下的全都练了，管你的，全都练了，红色的留着就行，别的我感觉啊，这个果然就加了20000战力，好的，可以激活了，然后还能再激活达到35级。我靠，这个百炼精华不足，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它也不是这个玉，流红的，好的，然后炼骨，哎，它为什么还没有高，等一下我刷新一下，我靠，给了一些这个七级装备有点卡，这个游戏优化速度有问题，成的我不合了，等等看一下，这个溜达这个境界也比我高，他已经到这个巅峰了，怪不得炼体，他这个炼体也没有这个染子高，染子应该是抽奖抽很多，这个灵兽为什么比我高那么多，这个灵兽为什么比我高那么多，我这灵兽已经很给力了好吧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奇怪了，等等先去打这个 boss， 啊，要不先把这个再打五关，希望我能再挑战五关啊，我继续对比一下，仙术比我高10000，这仙术凭什么？等级不足，他应该是等级比我高才对，他应该已经到了65级了。我们这儿能看到这个等级榜吗？等级好像看不着。哎，帮派可以跟这儿看，来看一下这个帮派，我们总战力6000万了，风云再起也是我们的。哎，你看一下这里面人有多少？不知道哎，他们这个战力其实挺低的，我们这个 buff 已经稳了，然后我们都是人，哇。这第三名到第七名都是这个仙，可以的呀。宗门我们是9000宗，怎么还分那么多宗门，好奇怪。一会儿出来我们再把这个副门打了。我应该是这个等级不够，现在不是正在做这个支线任务吗，等等先打通这个第60关。我这危机感觉有点浪得虚名，他们可能就花3天左右，我先把等级升到65级再说吧。可以查看，但只能查看刚才那种战力的对比，历练领了没有不清楚哎，自己先提升。打完这个第七章第九集应该就可以了啊，不对，第七章第七集，一会出去看一下，一直很浪，打完这儿应该差不多了，出来看一下，270万经验是不是可以领取了，哎，果然可以领取，好，直接升级了，我终于升到65级了，来主线任务做一下，解锁了这个灵珠，来来来，这些好多红点，仙术功法，哎，还有个功法可以激活，哦，再修炼修炼，这是花3800的是什么，然后这个土系的也可以加，这里谢谢修不了，只能修这个，然后精细的还能再修一下，好，一本功法升到5级，功法获取存卡获取，这个是刷新时间，完了没有弄明白这个心经要怎么样去获取，可以学吗，啊，这里不是很清楚，等等吧，这个游戏慢慢研究，然后这儿直接飞鞋飞过去，
角色成就，然后转身可以做了，转身完成，前往试炼啊，马上前往试炼，打藏经阁。好的好的，一会儿我这个修，我这个境界应该升到那个什么巅峰才行。打下这副本，坐骑可以使用了。好，加了10000，哇，这个突破加了37000，这个可以的，这个就是等级带来的优势。完成转身，又加了30000，哦，舒服的成就一键领取。好，角色这里这些可以穿的，哇，穿新的装备了，能不能在这里点，对吧？这里加了43000，好的好的，270万降临了。锻造看一下，镶嵌一下，一键镶嵌。好，又加了19000，再一键升级，再一键升级，升不了了。好，我靠，主线任务啊，这等级真的很重要。主线任务做一下，直接飞过去。交谈，月慈心，这边这个坐骑移动速度太慢了，来传过去。他们可能已经结婚了，是不是？这里来个生命恢复还是致命威力？生命恢复吧，然后升级，升到顶啊！感谢小星星。好，不够了，这生命还可以替换一个，变化一下。这防御是不是也可以替换？啊，这个是已经有属性，这搞不了。先不要兑换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升完。这升的好痛苦。兑换的话，它需要这个玉，但这个玉我只有350个，这个玉从哪来的我都不知道，可能是抽这个东西抽到的。来，等级提升，好的，66级了，啊，也是不容易。这飞鞋40个好像一直消耗不掉哎，这是怎么什么个情况？运气值不够，哇，这飞鞋点挺爽的。OK。副本一会儿还可以接着挑战，解锁新的魂珠彗星 VIP 免费飞哦，好的好的，所以我这个不会被消耗，我明白了。走你，哎，当前完成了所有的任务，那么厉害的，这里支线任务没有做的了，重本任务是什么？接一下，今天充了4000，走飞鞋，哎，双倍领取，对，很像赏金任务啊，我感觉应该拉近一点。不过今天还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明天开始的帮战，以及之后的这个国战，这个就换秘籍，我可以一键完成。现在好像还没有开，可能是这个等级还不够。因为我们出去把这个副本做一下。日常这里200的活跃已经可以领了，来领取一下外观升级。OK， 做任务领外观升级境界。我看一下我这个境界的这个修为是哪里不够，我觉得。是不是这个商店没有买？啊，这里这个限购来了，啊啊啊！90块钱啊，也不贵。我刚第一感觉是900块钱，我说是不是终于差的这个东西来了？百灵草、灵魂丹、龙象力，这个灵气大礼包，好，全部搞完。这里灵气加了60000，仙术再升级，功法啊，可以激活一个这个功法了。修炼来修炼，我靠，给那么多，这功法给了好多啊！我靠，这个升级需要那么多吗？领取，哎，刚才给了一个什么红色的东西，看上去还不错。这里再修炼一下，但这个修炼才加了几百战力，好差劲啊！啊，现在彻底没有东西了。然后副本打下，封神台105级打不了，这里扫荡副本吧。啊，没有通关，直接挑战一次。坐骑可以激活一个这个龙象力，技术属性5%增加，加60000战力。哎，我差不多了，284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感觉明天冲榜我还是有一席之地的。风之这个抽卡，我看一下单抽好像很差，没有给好东西。这个可以扫荡了，一键扫荡。哎，免做卡不足，好，扫荡完成。然后挑战这个吧，这个活动这个游戏里面好像这个 boss 就特别的多，包括这个世界 boss 我还可以买10几次，我身上是有那个卡的。今天到不了哦，今天就可以打这个10次的这个个人挑战吧。我到65级，所以可以打这个灵沾大仙了。一会儿可以打一下这个活力，其实也可以加的，使用这个名渊秘籍、名渊秘典，如果缺装备就可以来打副本。刚才那个副本次数买完了，你卡到59级了，试着用一下那个福利里面的起伏。哦，对了，和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有一个激活码 AS2020， 这个的话，我之前使用了一下，我下播的时候使用了一下，使用是在这个设置里面，设置，然后点击兑换激活码就可以了。你到时候可以使用一下，这个很简单的。尊门大殿，哇，这可以升迁了，哇，到达这个巅峰了，我已经到达这个巅峰了，可以的。这内院是可以结识，来交谈一下，来送一送礼物，然后再双修一下，可以啊，加了一些这个修为，好感度5可以双修。等一下，这个好感度是从哪来的？然后狂欢庆典，啊，这个回度够了，够240的，可以领取了。境界可以修炼，跳过，啊，90%几率成功了，继续挑战。什么时候结婚？结婚明天吧。魂珠还能再生，哎，防御可以替换了。
好的，这个替换成紫色的，然后免费领 VIP 那里有红点哦，这里搭65级可以领取 VIP 2的这个卡。你好激情，你上火了吗？这里推荐战力是291万，我们应该打不过了。我看一下排名，这里染子是第一，溜打第二，我第三，染子302万战力了。我靠，然后这是副本信息，这个还可以买吗 ？VIP 8才能买三次。然后我们去扫荡吧，一键扫荡。好了，银两是通过这个副本给的，这个还可以再买两次，38级等等，这个100级会多给6个，哎，只能扫荡了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参加一次国战，这国战什么时候参加？国战上午国战预告，可能第四天也许会有。标里没有东西能用了，外观可以升级。好，我尽力了，今天就有285万，我们明天再来把这个商城里的东西买卖。染子是自己人，所以万幸啊，这次可以少充点钱。哎，装备共鸣加了20000战力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 boss 吧，个人 boss 挑战一下，打藏经阁。藏经阁一会儿了解一下。哦，这里给一些材料和一个五阶武器。哇哇，这个直接加这个战力，我们就不停的打这个个人 boss 吧。背包里有的东西可以用，一会儿看一下。背包里的这个好像可以用了，哇，这个是可以用的。哎，果然他没有提示哎。等等，这个 DR 可以用，我先等等。这里变强，哎，图鉴升星，这里会有一个这个变强的提示，免费收卡。这个老师让我把这个用完，哦，给了一个红色的，好，一定要让我花2块钱，他这个红点才消。这个游戏这一点真的很贱，宝石镶嵌，一键镶嵌，镶嵌加了1万，一键提升。好，哎，他这果然是有的东西没有提醒，来用一下这个65级的仙灵。哎，哦，仙娃需要等待一个有缘人才可以打开这个界面，这样子吗？这仙娃还打开不了，所以这个不能用的。别的这个马的这个东西百灵草，它是需要达到70级才能去使用，其实是用不了的。用图解战力提升最快，那个战力应该很虚的。别的这些装备一会儿再分解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复活当前位置的 boss 哦，这个是一线复活 boss。 好的，这些其他的好像用不了，真的用不了。像是这个，它也是这个野兽之魂23个，但是它80级之后才能再去使用，我们都买了。宗门我看一下，机缘是什么啊？明明是师姐去那么不中用，肯定是安慰他，给了200元这个草。然后塔的话爬一下，藏经阁是哪儿？是这个吗？这是仙塔，藏经阁是在哪儿啊？天尊传承，完，抽卡战力涨飞快，好的好的啊，我们明天来弄。不过明天好像不需要涨什么战力，明天就是这个坐骑，坐骑就取决于你这个等级能不能提升的高一些，提升到70级。今天我们66级，哇，这个主播我醉了。妄图的迷妹为主播献上什么什么什么，看到了一堆东西啊，这个天尊传承我看到了啊，这儿可以领取了，天尊传承领取啊，又给了一些新的东西，使用一下。这塔爬的好快啊，全部都妄图的朋友。好的好的，来我看一下天尊传承还有红点的。好，这里终于没有了。这个修炼室是什么鬼？我，哦，已经在修炼室了，可以进行修炼是吧？明白了。小姐不开个守护吗？她守护我还差不多，我才是宝宝。图姐弄一下提升战力，用宝钻可以。图姐在哪儿啊？谁能和我说一下？境界还能再提升哦，境界又可以提升了，这里提升不了了。修炼室，哎，可以挑战她哦，这个还占这个位置的，这个每层会有3个位置。我的天，溜达在这儿对吧？炎二，把这个人挑落下马。这个人我不认识，这个风花绝代啊，把这个人揍了，挑战一下。这个位置是我的，战力值高他一倍，天尊传承能加不少。好的好的，图鉴就是抽卡哦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。这图鉴啊，好的，哎，我上来了，神仙塔来了。这俸禄今天应该就只能到这个巡视，再多的进不去了。内院这个妹子，她是外门弟子可以结识，是等到我这个再提升一个档次才可以的。这里我们提升一下，哇，这个角色感觉瞬间漂亮了不少哎。渡劫成功，再来。这个13万的还可以再提升一次，好了，渡劫成功了，299万战力，确实，抽卡可以抽一下，装备强化，一键强化，飘渺仙图，挑战着，然后我们去抽一下卡，差1万战力就300万了，已经到了，哇，已经到300万战力了，舒服。抽卡是在哪里？完了，他没有这个提醒，我还真找不着。转身，哇，可以激活了，啊，激活一个点，现在已经是3转了。对这个结婚的建议，你们确定吗？要和这个染子结婚？图鉴没有看到啊，风物志才对，对吧？礼物升这个，好，风物志看一下，这抽卡可以用这个宝钻抽。我觉得他这个5连抽必给成，这用钱抽会更好一些。
绑钻花在这上面划算吗？你知道，绑钻我是要留着充绑的，晚节一天少一天资源。这里抽了一个护国神将，我们抽点钱吧，抽100块钱试一试，这个很便宜的，10块钱抽一次。好，再来抽，这个战力推荐战力不够了，来风物质抽卡，拓跋石、宋无缺和乌力大王，又是拓跋石、春雨、周天成、宋无缺、我奔波霸、霸波奔、月慈星、乌力大王，哎，哇，好多 SSR 啊！有没有更高级的？给一个 UR、HUR 来搞一个啊、哦！已经抽了100块钱了，是直接提升。哇、哦，这个加13万，这个加的是真的给力！我激活星级，哇、哦，这个抽卡确实给力啊！这个确实给力，我的天，这个给力给力！好，这儿还可以再激活，后面还能再激活，这个是羁绊，相当于是，哇、哦，这个红色的可以激活，加12000、哦，我觉得在这儿多抽一点这卡，好吧？我抽个剩个500块钱，对吧？再抽200-300块钱，这个没问题。来，我刚有好像有3个 SSR， 又要留不住了。好，我们就留500块钱。好，最后一次。然后，哎，哦，这一键提升加了48000，这个这次加的好少啊。这激活完了，激活啊，激活，我没有了。再来，这箱警告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再激活，再激活，这加好多，我直接战力爆表了呀。这500块钱花的比那个什么一开始的那个寻宝要给力，不过这后面越抽到后面越不行。好，328万了，我哇，当之无愧的第一来了，牛掰！我现在岂不是可以去称王称霸？